查扣行李，带进小房间，行警打开一看，发现里面装满黑色塑胶袋，非常诡异。你救了还是要撤了吗？好。放上电子磅秤仔细测量，这些都是毒品大麻，旅客想要夹带闯关，当场被抓包。就这些东西验出来有大麻的出现。航警局今年三月截获情资，发现有旅客出入境记录异常，调阅相关记录，锁定一对桃园诚信夫妻，发现原来是赖姓男子和李姓男子找来他们，以免费出国为由，而且每天还会给他们5000块等诱惑，委托他们前往泰国拿4件装有大麻的行李，接着再飞往印度德里机场转机前往伦敦，但夫妻两人因为错过飞机，只好回台，最后在机场被航警拦了下来，当场查扣30多公斤的大麻。后续警方循线追查，在台中找到贩毒集团以及其他成员，其中赖姓主嫌被逮时竟然还在饮酒作乐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拘提行动，一脸错愕。本案共计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61公斤，市价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。陈姓夫妻两人贪小便宜，为了免费出国，最后沦为贩毒帮凶，只能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记者杨仲祥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